好的，好，我是大亨。我们今天怎么会在这里？今天是11月9号四面佛的生日。现在在这边的地方呢，是在大直的爱乐旺四面佛，离我家蛮近的。这个四面佛是我最近可能出国前啊，我会许愿去拜拜，就来还愿嘛，就会觉得想要更虔诚一点，想要去泰国再去还一次愿。因为还愿的同时，你会许下一个愿望。我在泰国许愿的时候，又达成了我的下一个愿望。最近刚好运气真的超级好，最近不是刚好泰国免签嘛，所以我现在预计可能就是要去泰国跨年，然后顺便去泰国还愿。但是我想说，去泰国正式还愿之前，趁这机会来这边先做一个还愿，就两边一起还啦。就这个样子。今年我们双双被四面佛加持的这个 SOP Final Table 的两名玩家，所以今年第四名有第三名，所以我们今年都会有来还愿。我美国回来就有来这边还愿了，这个地方刚好跟 Chris 是有渊源的，所以就今天来访问你，当初这个四面佛是怎么开始？十多年前呢，台湾的房地产还算蛮鼎盛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全世界都是不错的。台湾那时候刚好在房地产走上坡的时候，我跟一些有经验的地产前辈，就是做房地产生意，投入之后就有些物件不是那么好处理，然后卡住啊或者什么的。一个机缘底下，因为我们就去泰国，然后拜了四面佛，就需要许个愿，一回来就度过了，然后就马上都要去还愿，去还愿就顺便许愿了，开始就一直买房子卖房子，然后越买越大，这样越买越多。后来我们就突然起了一个心愿，就说我们好像应该请一个四面佛从泰国请回来，这样超级顺利，就我们在一个礼拜就完成这件事情，很多贵人出现帮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，直接从曼谷那边开光加持。回来之后呢，我们是自己拜。后来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四面佛都是店面形式，那我们很希望找一个地方，就像泰国一样，就是一个露天的，不要在屋子里，对，那就找到这个地方，刚好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地方，然后一起来看到，所以有个想法，觉得说好像可以开放给大家，也有请问四面佛，那其实四面佛是很愿意开放给大家，过程很多故事啊，我们放在自己屋子里的时候，也有人经过拜，然后愿望成真，还放贡品在我们的门口，对，这些事情都发生过，对，那最近也有很多人来还愿，对啊，然后这边。因为刚好真的是离我家真的超级近，我刚刚就是走路，其实我就是因为你我才接触到，是因为开始拜嘛，对，就今年大概可能年初的时候，我都希望啊，让我就是月入百万，超过七位数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一直没有，今年 WSOP 然后又回来一个 WPT， 对，我光这两个比赛就赢了五六百万，就等于平均下来的话不扣税的话，所以那时候我美国一回来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做一个还愿，对，去许一个新的愿望，然后新的愿望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快要达成了，然后我觉得那就再去还个愿，这样，蛮不错的，蛮正向的。你把神明当作是人一样亲近的话，基本上你也是要用心的嘛。你对一个人很用心，就像是一个贵人感情去跟他祈愿这样子哈，然后他就会慢慢给你回应。当然有一些比较正规的方法去拜，他可能会比较清楚，对你的愿望是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来，不只有愿望达成了，Alan 愿望也达成了，所以 Alan 今年要来还，今年要还第二次愿了。对对对。非常之好，我们愿望蛮同步的，我们愿望其实蛮同步的，所以赞赞赞！你看我们战队队长怎么在这里卖？我今天坚持，坚持打。在台湾，我们拜四面佛，通常就是从第一面来开始拜。它这边会有个正面，然后正面的话，在台湾通常这边会讲说，这一面是事业，然后顺时针。下一个面可能是人际关系啊，就是你的爱情啊。然后第三个面是在讲你的财运，最后一个面是在讲你的健康。其实有点像入境随俗，来到台湾才有分这四面。他们在泰国其实拜的话，其实四个面其实都一样。我通常许愿的话，我也不会说我这四个面许四个不一样的愿望。我以前有这样试过，个人体感后来命中率提高，是因为我四个面都许相同的愿望，许得很明确。会很多人会觉得说要可能等价交换，我中了一个很大就要还很大，我觉得可能会给许愿的人带来一些压力，然后导致你可能不是很舒服。我觉得是一种很轻松的状态，就是有诚意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不用去 care 说你要还的金额多少。当然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你愿意去多做一些好事，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够了。 OK， 你知道你要许什么愿望吗？明年去 WSOP 的时候，我最少要给你200万，是金手链哦。对啊，因为我金手链要给你1%，搞不好你明年工作顺利，表现良好，就2%，有200万变400万了。我跟你讲。
刚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会来拜拜的一个地方。你知道打扑克现在会有每个人仪式感，朋友他们可能是每年去美国之前一定会去烘炉地去求签，知道今年美国到底打得会好还是不好。如果他觉得会打比较好的话，他就可能会那天那次就打比较大，签运不好就打比较小。这也没有说什么是真的是有科学根据的事情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自己每一个内心的信仰的不同，也没有什么好或是不好，单纯跟大家分享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我觉得蛮不错，然后能给我一个正面能量的一个活动。这边是大亨的国际生活，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呢，请帮我订阅、分享、点赞，并且加入我们来寻求目前的同步课，拜拜。